Hello， 我是允波尼，是韩国人。我们现在在台湾。那男女姑，我们很想去台湾。现在我们人在釜山。听说釜山有一间超级有名、超级好吃、超级正宗的台湾牛肉面店。哇，大家看，大家看，超台的，对不对？牛肉面馆子，哦，真的很期待哦。因为这间店超级有名，总是会有排队，所以这个店的前面会有这样的。你知道吗？听说这一家在 Instagram 超级超级有名。是吗？我不知道。所以呢，一定会超级好吃。哦，好期待哦，好想快点吃。571哔哩哩牛肉面，哔哩哩哔哩哩麦赖锅台湾。哈哈。我台湾是什么意思呀？这有点奇怪，应该是没来过吧？你告诉来老板。哎，有这种说法吗？老板，写错字了。然后我们可以免费吃牛肉面。OK， 哦，有小碗，也有中碗。大碗呢？没有。为什么？不知道。你今天要点几碗？五碗。欢迎大家。快吃快吃！哇，我提王麻酱，哇塞！哇，要用真正的刀。잘먹겠습니다。我先吃牛肉面。맛있어。고기하나더。谢谢，快动啦！맛있어？맛있어？대박！耶，红烧牛肉面。烤呀！哇哦！맛있다。진짜맛있는데？牛肉먹어봐。哇，牛肉很好吃，对不对？这台湾牛肉面非常有特色，有点辣，不过这汤的味道超级浓，棒棒。고기가진짜맛있어，고기많이먹어。排骨。英俊最喜欢吃的排骨。鸡排呀，可能。不知道哎，牛排。
好吃。嗯，真这么棒，太棒。麻酱面。嗯。哦，我突然想起我们以前去台湾，在 Seven Eleven 吃的那个凉面，对啊，超好吃，对不对？里面那个뭐지？그약肉。肉呀。哇，怎么样？好吃。可能对不会吃辣的朋友来说，这个还算比较辣一点。嗯，也啊，红牛炒手，哎，炒手，炒手，炒手。저희어머니가저번에말했는데맨날라면만먹냐고했습니다이건라면이아닙니다엄마나우육면먹고있어저는그래도홍샤오니얼어면이제일맛있습니다많이드세요좋지밖에사람이계속오는것같아인기가되게많다外面还在排队。不过大家知道吗？现在不是中餐时间哦，可见这一间店真的好有。그다음에약간정통맛인것같긴해한국맛이라는말예약간그게없다香菜香菜가없네这点有点可惜。嗯，我们在韩国吃过很多台湾牛肉面。这家第一。然后在韩国，我觉得这家是最正宗的。对呀、啊。对。超台的那种感觉，因为韩国人不会吃这样的，就感觉很不太像是韩国口味的那种感觉，真的。所以呢，如果想念台湾的韩国朋友来到这里吃的话，一定会很喜欢很喜欢。一口呀！英俊。刚才那你妹还说她最喜欢吃这个，你这样吧，对，林俊，那都是吃住，哦，감사합니다，당한거같다，加一碗。新的一碗，对呀，哦，고기더많이넣었어，대박，你看，现在吃的人家都走了，只有我们了。最后남는거是我。오，방금나온거뜨거워。等一下，그거는그런용도가아닌데。对呀，面，他的这一口要吃法越来越高级了。青菜，肉，哇，还酱面，哎，老公行不行？我怕你被呛死，真的。一口呀，滚！果然是一口药，名不虚传。好吃吗？好吃。他们哪边？吃饱了吧？不够。看的。哇，吃的光光的。哈哈哈哈，好，我们在牛肉面馆子，对啊，吃了超赞的一顿餐。哇，在这里，我觉得我超想去台湾。台湾에서먹던맛이비슷하게나니까아확실히한국에서먹었던것중에서는가장가까웠었던것같아요그러다보니까台湾생각너무많이나는거对，所以我们为了吃这个，从老远的首尔来到了釜山，
我觉得这一趟真的非常非常值得。嗯，因为呢，首尔没有这间店，这间店只有在釜山，好可惜哦。对呀、啊，我给他拆了走。나도그얘기할래그러니까那今天波尼和英俊的吃播到此为止，我们下一集再见喽。영상 끝 원어